有时候会这样，不能往前写，啊，头不能往前写，我不能这样，对，这样会遮到它。那，你可以这样坐挺，你手可以，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但是身体尽量不要。你有没有发现去看柯南电影院的人的那个观众的那个名字？也有我自己的，就是电影不是每年看，因为我女儿说你每天看，我每天看，真的妇女的妇女的聚会。套过衣服换位置，其实你换位置跟带了你衣服换位置。对。化学系的魏罗芬老师，你说我该怎么看？谢谢，好啊，谢谢，走了，拜拜。你有书吗？有，这我当时就买了。哇，主持人好年轻啊！主持人都已经。欢迎收看 Case 说书人。